实施出下一个贪婪的人类吧。好的，满足你。乖乖的跟我走吧。我不，你要干什么？这个你不会知道。乖乖的跟我走就行了。我不，我要报警。哈哈哈，警察是抓不住我的。哈哈哈哈，快回家吧，我的朋友。OK， 你要我给你办的事我做到了，但是我要你的皮囊，这不过分吧？我不，你这个杀人狂魔，叫人办事要付出代价，你不知道吗？啧啧啧，怎么有 S 两个？不过刚好，拿去献给神明大人，还是先清理的吧。终于好了，累死我了！你们都给我乖乖的待着，听见没？这已经是这一周 S 第五次了，那些人都快不够了，下次再 S 一些吧。亲爱的神明大人，我又来献祭了。这副皮囊我穿够了，请您赐予我一副新的皮囊。解号来挥法省什么年，敬请期待虾及花皮。啊，真好看，看来献给神明大人的尸体越好看我就越好看，感谢我亲爱的神明大人。最近尸体越来越少了，有的都腐坏了，快放了我们。哈哈哈哈哈，怎么可能，你会遭报应的。要不是看你有用，我早把你也死。对了，我可以开一个甜品店呀，赶紧看看够不够用。早了，不够。我可以把店长饿死的呀，正好尸体不够。终于到了，累死我了。亲爱的客人，你要吃点什么呢？不，哎呀，你不能这样。哈哈哈，又多了一副尸体，我得快点，不然警察就要来了。你在这儿好好的待着，不要想着逃跑，听见没？我得去给甜品下毒，哈哈哈！我真聪明，我得快点，不然警察发现就不好了。终于到了，我得快点。好了，快回去守着，等尸体送上门。解号来挥法省什么年，庆手开虾及花皮。哈哈哈，客人来了。亲爱的客人，您要些什么呢？这个还是这个？我要这个。好的，亲爱的客人，我给您拿，快吃吧。这个蛋糕的味道怎么不对？这是小店的特色。啊啊啊，这有毒。既然你发现了，那就不能留你了，你也不能留。哈哈哈，对我是好的。妮妮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我才管不了这么多呢，只要漂亮就行了。哈哈哈，到了。你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待着，你们也是，不要老想着逃跑。哈哈哈，现在回去吧。到了，现在继续等待尸体上钩。悠悠，来客人了。亲爱的客人，您想吃点什么呢？听说你这里的蛋糕很好吃，我们来试试。对对对，这里有很多好吃的，你们要吃点什么呢？我们要这个房子蛋糕。好好好，我来给你们拿。等等，这个蛋糕味道不对，你是什么人？我。哈哈哈，这蛋糕看起来真好吃。等等，我的头好晕，你干了什么？哈哈哈，你既然知道了，我就不留了。你竟然是一个杀人犯。哈哈哈，啊，你在干什么？解号来挥法省什么年，现起带虾及花皮。这是哪里？
你已经被逮捕了，你等着我出去一下。我要儿媳。呵呵，你最好别跑，不然你会死得很惨。呵呵，怎么可能不跑？我身上是有工具的。等我逃出去了，我要换个皮囊，再换个生理，然后再离开这里。我就不信这些该死警察会找到我。终于出来了，现在去换个皮囊。今天选谁好呢？都好水灵啊。放了我，你这个疯子。你还挺水灵的嘛，就你了。我诅咒你早点。什么？你说啊？呵呵，最后还不是 S 啊。神明大人，我又来献祭了。神明大人，请赐予我一个好皮囊吧。哇哇哇，太好看了，现在我要去整一下声音。解哈来会发生什么年，请看下期花皮。OS 这怎么被通缉了？不要废话，快给我整。我不，我要告诉警察。你确定？好好。这就是老板说的食物吧，可真丰盛。吃完了，现在上三楼。这什么也没有啊。你上了三楼要念巴卡巴卡。对了，要念巴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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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要躺下来。哇哇哇，声音真的变了，真好听。喂，警察吗？我在 XX 看见了通缉犯。你在干什么？我什么也没有干。呵呵，我听见了，你在报警。那又怎样？你本来就是通缉犯。不知好歹，切死吧。真是不知好歹，我先回去了，去看看我的儿够不够买飞机票。终于到了，把手举起来。等等，这是会发生什么呢？请看下集画皮。这个声音是警察，你被逮捕了，跟我们走一趟。那要看你抓不抓得到我。我也不能给你们放生，只好把你们都爱死了。要怪只能怪你们命不好。我得抓紧时间，被警察抓到就不好了。短时间他们应该不会找到这里来，先把这里清理一下。幸好我提前挖了一条密道。对了，这不要啊。果然还是免不了的。头好疼，我这是复活了，我怎么变成了乞丐？这房子也要倒了。坐下吧，孩子。你是谁？
我是天上的天神，你之前被画皮神蒙骗了，我知道你是无辜的，所以我给你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，希望你能珍惜这次机会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之前我的密道里面还有一些钱，我现在先去拿钱整个容，你过来一下。警察，对了，我现在已经换了一副面孔了，怕什么？你有没有看见一个长得很水灵的女子逃出来？对不起，我没有看到，我就先走了。 OS， 好险好险。算了，还是先去服装店买件衣服吧。到了。亲爱的客人，你要哪件呢？这件吧。好的，一共20。欢迎下次光临。草率晚解。